大家好，我是旺提，我就旺金。旺今天来到哪里呢？旺今天来到金沙运动场，望着它靓劲的楼盘。那这个楼盘呢，1100多呎，现在卖了几钱呢？那你可以私信问旺的。那看之前记得订阅和暗赞。旺这排呢就没有点出过片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继续看片呢，就暗赞或者留言给旺。那我们现在上下个单位先。嗱，我哋上到呢個單位啦，呢、這個單位睇係全新裝修嘅，應該都裝咗有2-3年嘅啦。但係呢個單位咧可以即搬即住，但係啲牆身咧你就要遊一遊嘅。啊，電視櫃整好咗，呢度擺梳化啦，呢度擺飯台啦，跟住側邊咧呢度成立鞋櫃啦。我哋就行入去個廚房，廚房咧放到個超巨型雪櫃嘅洗手盆、灶台兩個爐。望下公園煮飯一樓，我再睇下露台式啦。露台式就拆咗嘅嗰個趟門，拆咗噶啦，佢推咗出去。佢晾衫咧就係依個位置晾衫啦，整到個窗口啦，同埋晾出邊都得噶啦。咁佢望翻邊度咧？個景色咧望翻出邊嘅金沙同埋運動場嘅。佢全屋都做曬櫃嘅啦，基本上你可以即搬即住啦，有好多嘢嘅。咁我阿旺就唔方便提啦。由於間屋依家冇電嘅情況下，就冇開燈嘅。咁廁所都有窗嘅，有個電熱水爐啦、馬桶啦，同埋啲窗口嘅。咁我再睇下其中一間房先啦。依間房就好光猛嘅啦，冇開燈都。咁我哋望翻出去都望翻金沙同埋運動場嗰邊嘅。全屋都是很光猛做曬櫃的。我們再來這裡都有個廁所的，它廁所的特色是什麼？油窗還有個主人房呢，其實都比較大的，做了個台櫃，這裡放一張床，其實是比較舒服的整個單位。在我們看完單位了，那個單位怎麼樣呢？望運動場景，現在賣緊698萬，這個單位值不值得就由你去決定了。它是兩房兩廁的單位來的。這些氹製盤呢，看這麼靚勁，非常之罕有的。如果你有興趣的話，隨時找阿旺。今天阿旺的視頻到這裡，各位拜拜。